进入广化拉丁名称的第一个字母，幸运往生花的花瓣数量。啥？金光花，我没有金光花。幸运往生花，我应该是有金光花的。金光花，我记得之前。对呀，从长梅阁开始南三东二，你拿到金光花了吗？哇，你倒没有金光花的条目。荒废草不会是金光花吧？七嘛，那就是七。金光花拉丁名称，好像是他告诉我的。金光花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妈的！点的也没用啊。很显然，我是需要一个钥匙的，对吧？什么？好吧，我没有钥匙。
福克斯菲尔德村山上起。三叉戟，不知道叫什么。经过过，小乐屋。金红花我也没有，只有小乐屋。花组成，那我没有吧？在的古典果园路21号，果园路21号。安塞德，安塞德。作用药剂，这种药剂有一片五角突出的叶子，赋予勇气；一朵红色的花，保护心智；一颗种子，带来好运。看一下啊 ，Bertram Atlas， 这他妈怎么 ？Amarcus Hermans，
Fortis homunculus your temperament. To the mother. Mens Fortis. 换心草。换心草。生活哎，我有金黄花。汉查克 Marcellus Vitenti 囚禁的结构不同寻常，爆发式生长。不会是你吧？囚禁的结构，什么是囚禁结构？不是你，囚禁，反正就是你。哎，等一下，不好意思，囚禁相当坚硬，呈青绿色，橙色。对，那是有，应该是你囚禁吧？啊，找的是囚禁，这个他，感觉像你。星耀记呢？诅咒耀记 ，key。保护心智好像是，
种音。种因带来好运是什么？沉默。羊猪草，妥善处理的羊猪草的绿色种荫外壳坚硬，轻敲时会发出空洞的声音。种荫外壳，绿色种荫外壳是你吗？不会是你吧？绿色种荫外壳，感觉就是你。黛西乌，它的叶子可以配置出能够赋予勇气的简单药水。完了，我没有。哎，我有。Thank you.
等一下，但是这个应该是黛西屋，那个重音可能不对。角的，等一下，五角突出吗？这是三角，所以不是。这个肯定是黛西哦。西屋，然后这个是竹木，然后种樱，现在就差是羊珠草，绿色种樱外壳是它不对吗？坚硬。感觉可能没有，应该是这个。等一下，这个先等一下吧。但是我要找的是羊猪草。羊猪草啊，就这三五种。看一下，种樱羊猪草我确实没有。绿色，叫绿色？难道不是你？不是你的话，绿色种樱外壳，那我可能还真没有。感觉手头也没有金光花，我也没有金光花啊。就柔光化，没有金光化。
恩德摩尔村渡鸦蜘蛛。渡鸦蜘蛛，渡鸦蜘蛛啊，渡鸦蜘蛛。恩德摩尔村，恩德摩尔村渡鸦蜘蛛。恩德摩尔村，渡鸦是在这儿，蜘蛛是在这儿。027和 H29，蜘蛛027 H29。我觉得我应该插线索。这应该是恩德摩尔村渡鸦蜘蛛，然后连了一条线，对吧？金光花我也没有。为什么不对？你那位图书馆员朋友明天会来要进气草，但是你应该带这个菜。你哪个来着？他昨天是给了我这个是吧？但是西屋。但是又是我昨天标记的。看来你成功了。哦，好的好的，成功了成功了。面朝伯费尔山北边，位于艾斯克河源头，没有人知道它生长在哪里，这回是我们的小秘密。呵呵，
面朝伯费尔山北边，位于埃斯克河源头。伯费尔山，埃斯克河吗？伯费尔山，埃斯克河。伯费尔山，面朝伯费尔山的北边，埃斯克河的源头。那就这儿了。伯费尔山，埃斯克河的源头。成叶子，成星星。啊，我很久没浇水了。这个什么种音还是不知道，他妈的！金光花，这个我也不知道。在湖对面，昂德米尔镇西边树林，在湖对面。昂德米尔镇西边，什么叫西边？西边在湖对面。西边树林，湖对面，安德米尔镇西边树林。希望你这里有甜溪草，可以用来清理一下。哦，这是他昨天说的。对不对？是他。他这个在的。OK。进气草。多数五十五度以下都得改善空气质量，但进气草多少？我是没有。海神之伴，我有这个词条吗？
有点像这个海神之案。控制要紧，不过我们一直在这种一直是可以打的，是心智。可以避免抚养者的据说去世，原症的人可以增强这种药剂的效果。这个黄色的东西，我好像是有印象的。红颜色的蘑菇和紫色的红。这个是什么？所罗门的权杖。好像跟这个也没关系。OK， 好吧。然后黄色的是这个吗？你。对，就是你。这是叫什么来着？女巫飞。哎，没什么用。啊，红色的包子是你吗？主教阳伞。感觉也只有你了。哎，等一下，可能是你啊。我其实并不知道他叫什么。但是感觉他画的像这个。虽然我都不知道你叫什么，这个花也不知道是叫什么，但是。控制药剂，但是我还有种因，我还是没有。蓝竹草，
杯状小花横截面这些气呈下垂状受腹肥是杯状小花应该是你应该是你吧，不是个大哥。哇，你这个误导性很强啊！杯状小花，哦，它这个没有东西伸出来，但你有。我操！这两个都不是，那我可能就是没有。线索卡片啊，关键是我不知道金光花的拉丁字第一个叫什么。有金光花吗？有柔光花吗？金光蜘蛛，杜鸦在这儿。那等只能是连线，但连线的话，德摩尔村，杜鸦蜘蛛，它肯定是个连线，连线以后呢？行，七，七在这儿，这肯定不对。德摩尔村，杜鸦，亨德摩尔村，杜鸦，蜘蛛。如果把它连起来的话，大概是
有点像这个地方。真是吐了。这有病。那是从先往渡鸦的方向走。哭泣丽人，哭泣丽人是金光花。Fuck！ 哎呦！就是这是种音吗？等一下，羊猪草长什么样？哦，蓝竹草是你呀。银竹草，我要的是羊竹草。羊竹草，绿色种因，外壳坚硬。什么是种因？种子。恩德摩尔村渡鸦之蛛是什么意思？恩德摩尔村渡鸦在这儿，那蜘蛛往这儿，那肯定不对，那就到米德肯德尔镇了。蜘蛛是在这儿，这儿，这个摩尔村蜘蛛渡鸦蜘蛛是什么意思呢？也许需要结合多个方法，但你可以根据。需要使用这种方法，在地图上任何地点。是什么意思？恩德摩尔村，渡鸦，蜘蛛。哎，不对，这个是蜘蛛。这个不是蜘蛛啊！我吐了。这个才蜘蛛，这是多呀。那跟恩德摩尔村有什么关系呢？
你就连一条线。这个是蜘蛛，说明还是不对。嗯，对吗？毒鸦蜘蛛，应该是好像另外一张卡片才行。怎么又是东边八英里的呢？居然有这个符号。嗯，树不知道你是谁。我忘记了。等一下啊。致命菌菇与解毒剂，他吃的是什么蘑菇？他是主教养伞吗？好像是。不是，我忘记我给他的是什么了。哎呀，我主教养伞，我没有给他主教养伞。农夫愁我没有给他吧，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日落山帽。给了他这个吗？我关键我忘记他吃的是哪种。他去把那些该死的蘑菇吃了。关键是，妈呀，你是谁呀？他吃的是什么？我吐了！我他妈给了他什么？妈的，这个蘑菇我他妈记得了。
么蘑菇？农夫愁，我没有给他农夫愁，我自己都不知道农夫愁是什么。真的是吐了。皇家龙胆我是有的，什么时候吃了农夫愁呢？我不记得什么时候吃农夫愁。不是，你什么时候吃了农夫愁啊？萨吉尔村圣杯 ，OK。萨吉尔村圣杯，那应该是你吧？仙子一直上风，你怎么变人生了？希望藤、捆薄魔藤、素玉爪和缠不放，由此可以得出心形的小叶子。结婚了，装饰的这盆红烛或者蓝色的杯装小花，应该可以祝福新人。那就是我之前装饰的那个吗？叫什么来着？蓝竹草，蓝色杯装小花，蓝竹草。婚礼上的装饰物，蓝竹草。小树下，向你背这种任何意义的糖果，在你身边，你会有四根腿，这是什么呀？两颗黄色浆果，花朵呈铃铛状植物的心形叶子，一杯一茶匙乳状菌类残留。黄色浆果，这里不是你的。
锁浆果。花朵呈铃铛状植物的心形叶子。花朵呈铃铛状。等一下啊，这个心形叶子我好像有印象。我忘了是哪个不知道，我看是不是不知道。哇，这还要记下来啊。花朵呈铃铛状植物的心形叶子。心形叶子，我记得是心花吗？铃铛。异常是乳状菌类残留。主教养伞应该是。试一下，花朵呈铃铛状植物的心形叶子，异常是颗黄色浆果，黄色浆果没了，黄色浆果。家里边童工，是，但是他没有放残留的意思，心形叶子。
呼吸了。黄色坚果。妈的，可能是你。这也是星星的集网堂。花朵呈铃铛状的植物，妈的，这不对吗？哎，等一下，我怎么花瓣呈铃铛状？这应该是你呀、啊？为什么我选了铃木花呢？我看一下，我说为什么会选择铃木花？哎，我为什么？不对啊，我没有选你啊，怎么会？哎。我吐了，但得鲁药剂。哎，妈！OK。
妈的，我不知道那人他妈是什么时候的农夫抽的。一下，红色的花保护心智。种子，对，我主要是没有种子，我想突出的叶子。对，以及红色的花朵，种子。我再看一下羊猪草。不是你吧？不对，这不是种子。不是你吧？你这是这也不是绿色种鹰是你吗？灯泡。有点刺鼻。这也不是绿色，这应该是黄色。先放着吧。这个蜘蛛渡鸦恩德摩尔城。这个摩尔村渡鸦蜘蛛，我刚刚点了蜘蛛汤，它就是我应该是插线索的，应该是新的生长源自死亡生命。哎，你这个不能，什么？尼古拉斯·卡尔佩帕的资产，牛逼！不是，能不能转过来呀？不是。循环再次开始，海湾熄灭，河边，海湾熄灭，河边。熄灭河边 ，OK。这也不是绿色种子。东边某个地方，他妈的！安塞德村的女士，安塞德村东边的某个地方的洞穴。安塞德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他们不就是百八洞吗？农夫愁，你看他现在才农夫愁。光辉草，一种具有强化能力的松软蘑菇。
这都不是啊。这都没有绿色的种鹰。农夫愁我也有，家里冬铜锅，日落山帽春腊帽，我还差春腊帽。不会是你吧？有点像，确实。哎，那我现在有了，我能行吧？它只是个指南而已。田西草，是我给了他田西草。给了他什么呀？又给天气草。诅咒药剂，我记得这个是非常危险啊，但代价是服用者的灵魂。干石菇，珍珠还有强烈的致瘫虫，因此建议小心。这尖帽的梦。这可能都带过，我从来没有这样，我就带着我从来没有小小的。
斧王人或死人手指。OK。死人手指我是没有，寡妇王人。死人手指我是肯定没有的。像手指吗？死人手指，真的呢？哦，我是有死人手指，这个。那我为什么要给死人手指呢？看一下寡妇啊，看一下寡妇，据说会诱发恐惧，他死后从细长的叶丛中长出暗色花朵。不是，暗色花朵。那我觉得不应该给死人手指，应该给寡妇啊。妈的，这个不是寡妇啊。气味相当难闻，暗色的。啊，这个不是暗色的。不是大黄的甜味的肯定不是，他也没有说气味。暗色花朵，细长的暗色花朵从细长的叶状中长出，是的。妈的，他也不说这是什么，甜到发腻肯定不对。给死人手指哦，那这也不是。但是他这地方他没有说味道，那就只能给你了。好像还是没有成分。精灵灯的光芒，荧光剑。啥时候用到了荧光剑？会发出荧光，铜荧光。明天跟我在女儿巨石云镇会合，带上药剂。带上什么药剂？
这个我们不会是蛋德鲁药剂吗？对，你想，他要我带的是什么药剂？不是出 bug 了。破除受人支配的束缚。控制药剂，他应该是让我带控制药剂。诅咒药剂和贝洛克药剂，诅咒药剂呢？这是诅咒药剂。控制药剂，我带什么药剂？应该就是炎症会合。我为什么要找到这个种因啊？这个种因是什么？绿色的。猪草，这是绿色吗？这个不会是羊猪草吧？有点刺鼻。试一下。竹木和淡西马吗？防护心智，然后淡西马，赋予勇气。城堡已登跨过河流，穿越山道，树林边缘。
只有一个城堡，格里斯顿城堡。这还有个蒙斯卡特的城堡呢，两个城堡了。这还有个埃蒙格特城堡啊，这个当干了。城堡跨以东跨过河流，上北下南，这些穿越山道树林边缘。这边没有河，这倒是有河。然后这也算是个河，跨过河流，穿越山道树林边缘，东跨过河流，穿越山道树林边缘。河流穿越山的树林边缘，试一下。旗子，但确实只有这三个城堡，没有别的城堡。城堡以东跨过河流，穿越山道，没有。哎呀，交流手艺。城堡以东，如果是你这个城堡，穿越河流、山道，这是什么？东边八英里又是什么？这也有塞泽城堡，穿越河流，穿越山道，树林边缘。妈的！这是什么？
山羊乌。等会儿，不是，妈的，我才发现这个人有，妈的，说实话我就懵了。我该与费伊斯威夫特或救赎之种行动。不是，还是该跟去举行仪式。就是打断那个，他要打断那个仆人的。新的主人就会取而代之，获得仆人的控制权。哦，他想要这个东西。控制药剂，我是有的。他要我什么药剂？我还有一个药剂，这个药剂。也比我晚一些到达。月一嘛，也许我自己服下药剂，我可以使用极网藤保住他。我意识到我得做决定了。极网藤我有吗？新型的小叶子。为什么要点两个确定？希望藤抓住了没有房子，一开始是慢慢的绑住他，但是当你觉得他会拒绝，怨恨令人害怕。现在没有，我要自己喝下药剂。黑色是迷人，不，
是探德鲁是巨魔，他太强大了。什么？不会输了吧？啊？存活希尔多比奇历史，这啥意思？结局？不是，哎，等一下，我先